我还是把我挡上吧。那今天我们抓紧时间讲，讲这个美图秀秀的视频编辑的功能，讲的详细一点。过去咱们也讲过，像上次我们曾经讲过那个，美图秀秀，把这个关了。美图秀秀的画中画功能，好多朋友都制作了画中画，在咱们社区生活栏目里头都展示过，做得挺好。今天我们再详细讲讲其他的功能。一次可能讲不完，我们可以分多次来讲。下面我们就开始啊。曹老师啊，曹老师、啊。哎，哎，你说。我要不然把所有的声音。你要断开一个，你要断开一个，您是两个，你要断开一个。要断开一个啊！对啊，对，是的。我先把这个退出来啊。好，退出来。我们今天内容是这样啊，主要是介绍美图秀秀视频编辑功能，一次是讲不完。我们可以分多次来讲，今天主要我们这么几个内容，就说把视频添加到美图秀秀这个软件以后，第一层的按钮是哪些按钮？第二，点亮素材，啊，比方说你导入到这个美图秀秀，里面的图片呀、视频啊、音频、文字啊。点亮怎么样？什么叫点亮它？怎么样来点亮？第三，点亮这些素材以后的又出现了哪些按钮？这是简单介绍介绍这些编辑视频的小工具吧。我们叫它按钮。接下来我们说视频的剪裁。视频剪裁。这个编辑视频剪裁呀，就好像我们做衣服，啊，跟那做衣服是一样的，裁缝嘛，啊，我们这个当然比做衣服要简单的多了，啊，视频剪裁，做衣服也是，您拿来布料，要对布料进行一下剪裁，我们是不是布料是素材，拿来素材以后，对素材要进行一下剪裁。做衣服也是一样，剪裁以后你要缝制成衣服，要加扣子啊，加一些花边啊，加一些口袋，加一些装饰的。这个视频也是一样，你要加一些东西。第五，我们讲一下音频的编辑。这内容挺多，今天估计讲不完。我们讲一些。看时间如果有富裕的话，大家再把这个，共享屏幕再练习一下。下面就开始。我们把一个素材导入到美图秀秀软件里头以后，它的第一层按钮就会出来。下面这些，大家看我的鼠标指的，编辑、滤镜、调色、边框、文字、贴纸、画中画。这它没显示完，再看，画中画、文字、贴纸，是吧？这个不是图框、文字、贴纸、画中画、音乐、特效、画布，出现这么多按钮。这是导入以后的第一层，导入以后第一层就出现这么多按钮。接下来我们说怎么要点亮这个视频，点亮这个素材，
两量素材就是你把你导入进来的这个素材用手指点一下，它就变成这样子了，看见没有？下面这个就变成这样子了啊！我再推回来，没有点亮以前是这样的啊，没有点亮以前是这样的，用手指按它以后点亮就成了这样子了。为什么点亮？就是点亮要对它要进行一些操作。你看点亮以后它出现的按钮和刚才第一层按钮就不一样了，你看它有分割，下面看啊，分割、变速、定格、音量、动画等等，在上面又出现两个箭头，一个是向左的，一个是向右的箭头。向左的箭头叫删，就是说删除，撤除，不是删除，撤除刚才的操作，就是你操作了，我不想要这次操作，我想撤除这个操作，向左的这个带弯的箭头，向右的这个箭头呢，这个带弯的箭头，它是恢复操作，你撤除了要恢复，就点向右的这个箭头。分割，下面看分割按钮，分割按钮就是把视频分成几段啊，分成几段以后，有的你好去除它啊，把它删除，不要的删除，用它来分割，就好像我们做衣服一样嘛，把它剪开啊，分割。变速就是视频可以变速播放，让它快播慢播呀。定格这个大家都知道啊，就是把这个镜头定格了嘛。音量就调整视频的音量大小。动画啊，这个动画呢啊，它里头有好多一些做好的这个特效，比方说入场是怎么入场，出场怎么出场等等啊。首先我们说要点亮这个视频的时候，它会出现这一层按钮，和刚才没有点亮以前的按钮就不一样了。你看，没有点亮以前是这些按钮，点亮以后就是这些按钮啊。下面我们就说怎么样裁剪这个视频啊，我们拍的视频有些不要的一些部分要把它剪除掉，怎么办呢？就是第一步的时候，我们把这个整个这个视频把它点亮。我举个例子，就是说有一个素材在桃花盛开的地方啊，这么个素材，我想光用它背景前面这个文字不要它，因为它是写的是什么蒋大为演唱啊作曲这部分文字我不想要，我想把这个删除，光要它的画面的背景。那我就第一步，我把这个视频用手指头点它一下，点亮啊，点亮它啊。接下来呢，我就播放，播放到我需要剪的地方，需要剪的地方，播放到需要剪的地方，我用分割按钮把它分割一下啊，用分割按钮分割一下，你看它就分成两部分了。我要删除这一部分，要把那个文字那一部分删除，那就再用手指头再点一下它，就选上它了。选上它以后，我们接下来要删除怎么办？要找这个删除按钮，它这有的按钮删除你看不见，要把这个按钮要拉啊，往左边拉，拉以后就找见这个删除按钮了，看见了吧？最
最下面啊，音量、动画、辅助、删除，删除按钮，点这个删除按钮，点删除按钮就把这个刚才我选定的这文字这一部分就删除了，删除以后你看没有了，就光是剩下后面的画面了。同样的道理，这是把插头去尾，插头去尾也是一样，把它用分割按钮分割开，然后把要去掉那部分点亮，然后删除。如果中间要删除的话，那就是把中间切两刀啊，你要中间这一段要切两刀啊，要删除的开始的那一点切一刀，在你要删除的结束的那一点再切一刀，然后把确定的这一小块点亮它，然后删除啊，这是怎么样裁剪这个视频啊，怎么样裁剪这个视频啊，因为我们选择我们拍摄的视频也好，有些前头和尾部不想要它，比方说我要拍摄一个演出一个节目啊，前头从演员还没出场你就开始录了是吧，准备那个道具呀、乐队上场啊，这些都录上了。但是你要是做一个视频的时候，这一部分把它删除掉，是吧？结尾以后也是一样，有的结尾不要了，就把它删除掉。用一个背景，用一个视频背景也是一样，啊，我选用一部分，有的不要这一部分，就把它进行剪裁一下，和做衣服是一样的，把它进行剪裁，往要我有用的那一部分。这是说对视频怎么剪裁，怎么样剪裁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说一下这个视频的这个音频的编辑。音频的编辑大家看见没有，刚才就是我们进入第一步的时候，第一层的时候有个音乐按钮，看在下面有个音乐按钮，你点这个音乐按钮呢，它就是对音乐进行编辑啊，就是对音乐，对这个视频的音乐进行编辑啊，对音乐进行编辑。点这个音乐按钮，点到音乐按钮以后，它会出来这样的，让你选择音乐啊，选择音乐。一般的我们选择本地音乐，就你手机里面的音乐啊，要点这个本地音乐。点到本地音乐，就把你手机里面的所有存的一些歌曲啊、音乐，它自动就打开了。你像我点到本地音乐以后，出来了好多我手机里头存的音乐，什么这是个舞蹈《荞麦花》，汾河流水花，什么《贵妃醉酒》，蓝色天梦。渔家姑娘在海边，整个这音乐都出来了，我这显示一部分啊，好多呢。你要用哪个音乐，就点，它是蓝底儿，天蓝色的，蓝底儿白字使用，啊，不太明显，就在右边。要点哪个音乐，你就点那个使用。我点那个。我想把那个桃花盛开的地方那个素材呀，不要他唱的那歌，我改成这个，汾河流水哗啦啦，我改成这个音乐，那就点这个使用，点到使用以后，他就把这个汾河流水哗啦啦这个音乐就添加到这个素材的下面了，
啊，就添加到这个素材的下面了，添加下面了。那有的朋友会问，那他原来那个音乐，也显示也你加的这个音乐，那不是乱了吗？哎，看见没有？在视频的左面有个小喇叭，现在他写的是原声开启着呢，要把它关闭。点一下就把原来的声音关闭了，啊，把原来声音就关闭了，啊，把原来声音关闭了。关闭了以后就光有播放你刚才选择的这个音乐了，啊，那选择这个音乐，音量大小也是可以调整的，啊，也是可以调整，啊。记住，不管是对视频进行操作，对音乐操作也好，你要是对这个音乐音量我进行调整，把它首先点亮，点亮以后，下边有个音量按钮，再点这个音量按钮，点到音量按钮就可以，这儿有个滑块，看没有？下面最下面一条线，有个白的滑块，就可以调整它的音量。啊，调整它的音量，啊，调整合适了以后打对勾，是吧？选择它的音量大小可以调整，啊，另外还可以什么呢？可以调整这个音乐的渐渐的出来，啊，渐渐的出去，就是声音，由小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哎。出去的时候也是，由大渐小啊，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小，调整这个淡入淡出，啊，这个按钮是在哪儿呢？这个按钮看见没有？在音量按钮的右面，淡入淡出，淡入淡出，啊，就是用这个来调整它的。渐渐的声音由小渐渐的变大，当出场的时候声音渐渐的由大变小，就用这个按钮，啊，淡入淡出，用音量按钮调整它的音量的大小。下面我们再说，这边有个音效，左面看见没有，有个音效按钮，那点了这个音效按钮以后，可以加一些音响的效果，啊，加一些音响的效果，啊，点了音效以后，它会自动就出来一些音响的一些效果让你使用，比方说唱歌，啊，最后大家要欢笑鼓掌，啊，就加上这个使用这个欢笑鼓掌的声音。啊，如果是下面还有好多，我这仅仅截取一部分，人群欢笑的声音，啊，这是16秒，人群欢笑的声音9秒，人群欢笑的声音5秒，长短不一样，啊，长短不一样，这就是音效，怎么样使用音效这个按钮，啊，这些。都弄好了，啊，配的这歌曲也有了，欢笑鼓掌的声音也有了，它都在显示，这叫轨道，啊，视频轨、音频轨，对吧？这叫轨道，都有了，你就可以呢，播放，看看效果怎么样，是吧？效果可以了，打对勾，打了对勾，我们就可以。保存了，就可以把这个，啊，这个按钮，老师现在看得清楚，就可以点右上角保存，啊，跟那画中画做的一样，是吧？最后保存，就保存到你的相册里头了。那这个视频呢，基本上就做好了，经过裁剪，经过配音。
啊，经过加了一些音效、鼓掌的声音等等，这个视频呢，基本上就做好了。大致情况就是这样，说的可能有点快，我们再从头来一遍。我们先说这个视频剪裁啊，视频剪裁，怎么样从相册里头导入？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，上次我们在那个画中画，说过了，啊，也就是说，你添加视频，从你相册里头找一个，然后添加进来，啊，那一步我就省略了，这就我已经添加好了。添加了一个在桃花盛开的地方这样一个视频，这样一个视频我添加好了，添加进来以后我们要对它进行裁剪。那怎么裁剪呢？首先要把这个视频点亮。怎么点亮？就是用手指把它点一下，它就不是这样子了，它就成了这样子了，啊，就成了这样子了，就把它点亮了。点亮以后呢，我们就播放，看看选择从什么地方要把它剪除掉，就播放。啊，比方说，我想把这个文字这一部分播放掉，我光要那个画面，啊。光要画面，那就播放到把这个文字部分播放过去。播放过去呢，播放过去以后，你在这个地方啊，在你要剪的这个地方，用分割按钮，下面看啊，下面的分割按钮，把它分割一下，分割一下。就把你要去除的那一部分点亮它，用手指点一下，它就点亮了。点亮了以后，然后有那个删除按钮，因为这个手机它毕竟屏幕小嘛，它好多按钮你看不见，你就往左边滑它，滑它就滑出那个删除按钮了，啊，滑出这个删除按钮。滑出这个删除按钮以后，点一下删除按钮，就把你点亮的这个文字这一部分就删除了，就成了这样子了，啊，就删除了。啊，用分割按钮进行分割，啊，进行分割，从什么地方分割？那你根据自己需要，是吧？要把文字部分去掉，把这片掐头去尾嘛，把头部去掉，我就在这地方分割，用分割按钮分割，啊，就像他做衣服一样，不是有的做过衣服，你做衣服是不是有的地方得画线呀？画到线，按照那个线把它那个多余的部分剪掉呀，和那意思应该。是一样的，啊，这就把这个通过删除按钮把那个不用的部分就删除掉了，删除掉剩下这是我要用的部分，这部分是都是一些画面，我要用它的做背景用，这是剪裁。那个声音怎么编辑呢？它原来这个素材上头它是有声音的，啊，桃花盛开的地方那个歌它有声音的。我呢要把它关闭，换我需要的一个配音。那怎么关闭呢？看在这个视频轨道的左面
有一个小喇叭，现在它显示原声开启啊，说这个现在是原声啊，是开启着呢。要关闭呢，就把它点一下，它就出来一个叉子，它就会显示原声关闭啊，原声关闭。先把这个关闭了它，关闭了再配音啊，再配音。音乐怎么配呢？我们还是回到第一层画面里头啊，第一层画面里头有一个音乐，你看五线谱那个那个符号，那是音乐啊，音乐，点这个音乐，点音乐它就让你选用什么音乐啊，它打开以后啊，让你选。一般的我们就选本地音乐，本地音乐就是我们事先在手机里面储存好的音乐，我们就选这个本地音乐。点了本地音乐，就把你的手机里头所有的音乐就都打开了。我这显示一部分，啊，显示一部分。当然我也滑的话，往上滑，它下面有好多音乐。啊，选择一个分河流水哗啦啦，啊，我用那个画面，用那个桃花盛开的画面，啊，配上分河流水哗啦啦的这个音歌曲，第二，使用分河流水哗啦啦这个音乐的右面，点使用，点了使用以后，他就把这个音乐啊，就配到你刚才那个视频里面去了，啊，就配到那个视频里面去了。配到视频里面去了呢，就可以对这个音乐的音量进行调整，听听音量大小怎么样。如果音量小，可以调大一点，啊，音量大可以调小一点，并且呢，对它这个音乐的开始和结尾。啊，使用这个淡入淡出这个按钮来调整它啊，音量当它进入的时候，它是由小慢慢的变大；当这个结束的时候，它由声音大慢慢的变小，使人感到不是很突然，是吧？同时用音效按钮呢，可以对视频再加一些音响效果，比方说它是一个歌曲啊，结尾的时候给它加上。观众欢呼鼓掌的那种音效，这样的话效果就显得比较好啊。调整音量，点音量按钮，你要调整这个音量的时候，一定要把你这个选的这个音乐要点亮它，要点亮它，点亮它以后，然后点击这个音量按钮，就出来一个调整音量的这个滑块啊，你就可以下面啊，哎，左右滑动来调整音量的大小，调整音量大小，要淡入淡出呢，就按这个点这个淡入淡出按钮，点了淡入淡出按钮后，它就会出来一个淡入按钮，然后它是有时间的啊，你。滑到最右面，它是多少秒时间？啊，你有一个时间选择，你比方说选择五秒，啊，我就让它五秒钟淡淡的淡入，啊，由小变大，五秒，经过五秒的过渡，它就由小变大了，变到大了。淡出也是一样，你选择时间，滑它按钮，选择时间，选择它。这个慢慢的由强慢慢的变弱，慢慢变弱，是吧？也是可以这样的，啊，这是个对音乐音频吧，更严格的说是音频，啊，这个淡入淡出，掌声也是一样，因为鼓掌声音，你想让它，咱们鼓掌的时候都是，鼓掌。要鼓
开始的时候可能大家一起鼓掌，但是结束的时候可能慢慢的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小，越来声掌声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小，这样变成自然。因为不进行淡出选择呢，他就这个掌声淡然而止，这人觉着就不自然啊。用这个淡入淡出按钮来调整这个音频的啊淡入淡出效果啊，这就是加这个音效。加音效的时候点哪个按钮，点这边啊，下面都看我下面，下面这个音乐这边有个音效，点这个音效按钮，点到音效按钮它就出来好多音效。我这就光举的例子是这个人的这个声音这个或者鼓掌的声音，它有好多自然的刮风的声音，海浪的声音，下雨的声音，还有动物叫唤的声音等等。你就按它那个上头都有文字提示，你就按着那个去选择就行啊，去选择就行。这我们都弄好以后啊，歌曲的音量调好了，渐入渐出也调好了，鼓掌的这音效也都加上了，我们试播放一下啊，播放一下，播放了合适了打对勾，打了对勾以后，打了对勾右上角保存，点保存啊，你编辑的这个视频就保存到你的相册里头了啊，就保存你相册里头，保存相册里头。不知道说清楚没有啊，我们可以把它放大一下，可能大家在手机上看啊，你看啊，放大一下。哎，是吧？视频导入以后，第一层按钮，你看都是这些按钮。啊，你这样用它的时候，你就知道，你让它回到像文字啊，什么画中画呀，都在第一层按钮里头，啊，都在第一层按钮里头，啊，都在第一层按钮里。导入的视频的长度也都知道，3分19秒。这是这些按钮，第一层。第一层它有那钮看不见，你要往左滑。往左滑，把它滑出来。像我们画中画、音乐、特效、画布，这些我们以后慢慢讲啊。特效，怎么用？画布怎么用？我们要慢慢讲。贴纸怎么用？要慢慢讲。啊，这个画布，就是对你这个视频的画面可以进行裁剪。我们刚才说那个视频裁剪，说的是从长度的概念上说，从长度的概念上说，剪啊，剪一段一段的剪。这个画布呢，就是对这个视频的画面的大小进行裁剪啊，对这个画面的大小进行裁剪。有的我们是横着拍的，要变成竖着的画面。是吧？怎么样变？等等吧，以后我们再讲这个。点亮，要对这个视频进行操作啊，要进行
把它点亮，点亮以后就可以进行分割了，变速啊、音量啊等等进行操作，啊，把它点亮，啊，点亮以后就是这样子，用手点一下，啊，点亮以后要把去除的部分呢，要用分割按钮把它分割开，啊，给它来一剪子，啊，把它分割开。把它分割开，把这不要的部分分割开，分割开以后，完了，删除按钮没有显示出来哈，往左边滑，这按钮因为手机屏幕毕竟它是窄，它不可能把所有按钮都显示出来，往左边滑，滑了以后，哎，就把这个删除按钮就显示出来了。啊，你看有复制、动画，啊，删除按钮，进行删除，啊，进行删除，就把它不要的部分删除掉了。删除掉以后，剩下的就是我需要的这，啊，就是需要的这部分。完了，对它音频进行编辑，对音频编辑呢，就还恢复到第一层界面里头，恢复到第一层界面，大家看见没有？有个音乐按钮，啊，五线谱里头那个音符，啊，音乐按钮，点这个音乐按钮，点了以后，它就让你选择这个音乐，啊，要用什么音乐。它里头有好多那个带的那音乐，如果你想用那个也行，但一般我们想用自己喜欢的，那你就把那个本地音乐啊，本地音乐选本地音乐，就是你手机里头存好的音乐啊，本地音乐，点本地音乐，点了本地音乐以后就出来好多你手机里头存着的那些音乐，好多存着的音乐，我选择一个音乐，然后点使用，右面啊，右面蓝底儿白字儿，这看得清楚吧？点使用，啊，点了使用以后，这个音乐就配到你的视频下面了，啊，配到下面了，配到下面了以后，你要对它音量进行调整，淡入淡出的效果进行调整，那怎么办？把这个音乐首先点亮，点亮以后，它有一个音量按钮，啊，下面啊，有个音量按钮，有个音量按钮。点这个音量按钮，点这个音量按钮以后，它就会出来一个调整音量的一个界面，啊，调整音量界面，你就可以对这个音量进行调整。滑块，这个滑块左右拉动，调整它的音量的大小，啊，合适了，打对勾，啊，音量调整。淡入淡出调整也是一样，按那个淡入淡出按钮，啊，对它淡入啊，声音渐渐的由小变大，啊，这个淡入这个按钮它有时间线，这上头没显示，你做操作的时候都会显示几秒几秒，啊，你让它几秒淡入时间几秒，是吧？淡出也是一样，啊，用这个淡入淡出。这个按钮来进行调整，加这个特性音效音响效果，你点开以后还有好多音响效果，你就选择你要的，比方说他是唱歌，最后给他来点掌声，就点这个鼓掌的这个声音啊，鼓掌欢呼欢笑鼓掌的声音也是
右边点使用，啊，点了使用以后，就把这鼓掌的声音就加到你这个视频的下面了，啊，鼓掌的声音就加上了，是吧？配的音乐也加上了，音响效果鼓掌声音也加上了，配的音乐的声音的音量大小也合适了，啊，渐渐的入，渐渐的出，这也调整好了，啊，视频也裁剪好了，行了，那就试听一下，啊，试播放一下，合适了，打对勾，啊，合适了，打对勾，打对勾以后，就是保存了，啊。保存，右上角，保存，啊，保存，点这个保存按钮，啊，就保存到你的相册里了，啊，就跟咱们上次讲的制作画中画一样，啊，就保存里头，相册里头，这一个完整的视频就做好，基本上做好，这是个比较简单的做法，当然还有一些复杂的做法，那自己去慢慢的体会。啊，加片头，加片尾，是吧？加文字，啊，等等，那慢慢的我们再去体会它，啊，不知道大家听明白没有？看看，哎，啰里啰嗦讲了好几遍，看看都听明白了吧？有什么问题没有？好，有问题的可以举手示意。现在是，E 的 iPad， 就张成义，我给你的声音打开了。你问吧，曹老师，我讲了吧？你说的太快了，太快了。另外吧，就是一层一层的，能不能操作让我们看一看，操作一下是吧？哎，操作一下，我打开我的手机看一看哈。嗯，打开我的手机看一看。曹老师说的那个点亮这一部分很关键。对，我原来呢也是想剪辑的，但是我怎么都弄上去，怎么都剪辑不了呢？哦，今天听明白了，因为我没有点亮，没有点亮就无法操作下面的。嗯，我分格也分了，但怎么着就没办法就删除。嗯，另外这个风格吧，风格的时候在左边那部分是个不要的，嗯，右边这边是留的。嗯，不这么个意思。对的。这个风格这个很关键。现在大家看见我的手机了吧？看见了，是吧？看见我的手机了。我们怎么导入视频？导入视频，就是大家点这个视频剪辑，看见了吧？视频剪辑，是吧？那也看见了。啊，看见点视频剪辑。就把你的视频就打开了，打开了，把你的这个好多视频就打开了。我选择一个刚才咱们讲的那个桃花盛开的地方啊，桃花盛开的地方，选择它以后，下边不是有一个开始编辑那个按钮，看见了吧？我点这个开始编辑按钮，它就导入到
我这个美图秀秀里头来了，是吧？就导入到里头来了。我要对它进行裁剪，怎么办呢？我要对它进行滑动它，把这个文字我想去掉，把文字去掉，啊，文字去没有了吧？没有，我想把它前面的文字去掉它，怎么样点亮？用手指头，用手指头点一下，点亮了，这就叫点亮了。点亮用这个分割按钮，下边有个分割按钮，我点用分割给它剪一刀，剪一刀，我要去掉哪部分，再把哪部分点亮，把这部分点亮它，点亮它，我想删除这一部分，这些按钮由于我手机屏幕太小，不可能都显示，我滑了，滑了，滑了以后。找见，看见，划拉过来有个删除按钮了吧？我就点这个删除按钮。哎，我一点删除按钮，就把刚才选的那部分就删除了，啊，就删除了，啊，这个删除了，这个原来的这个声音我想取掉，现在它显示的是原声开启着的，我要把这个原来的声音关掉它，点一下。他就显示原声关闭了，打了个八叉，看见了吧？看到了。啊，打了个八叉，这就原来的声音就没了，就没了，就没了，没了。我想配音，配音，配一个什么音呢？音乐，点这个音，这个按钮你记着滑啊，因为它。屏幕小嘛，不可能好多按钮不可能都显示滑滑，看见这个音乐按钮，我点这个音乐按钮，点了音乐按钮，它会提示让我导入音乐，我导入就是本地音乐，本地音乐就出来了好多，你看我这红河谷什么，汾河流水哗啦啦什么。在银色的月光下好多了，我选择汾河流水，点这个使用，哎，就加在我这个里头了，加在里头了，我对它的音量进行调整，啊，这音量点音量按钮，点音量按钮，对它进行调整，啊，进行调整。看这音量按钮出来了，这个你看，这就音量，还显示数字，音量大小，100%，这是标准的，你要再加大，最多能加大到200，可能加大到200就是2倍的声音吧，啊，对音量进行调整。淡入淡出，点这个淡入淡出按钮，出来了，是吧？淡入，这也有秒，我想五秒钟，淡入时间5秒钟，淡出时间，也选择5秒，啊，这由你自己选，是吧？滑动它就选了，然后音效，看这个音效。点这个音效，你就出来好多这个音响效果，是吧？我们把这个音效点开以后，出来好多音响效果，你就选音响效果就行了，啊，就是这样，阿米王，我把你的话筒打开了，你可以提问了。我把你的手也放下了。
没完。我说话听得见吗？啊，你说。我想就是说老师讲的挺清楚的，我想问几个问题，请教几个问题。我就是说这个美图秀秀对这个视频的编辑有没有长度的限制？比如有多长的视频在这上能编辑，有没有这个限制？没有，据我使用好像没有什么限制，五分钟十分钟，多长就是都没限制哈。还有那个刚才您讲的那种，就各种动作都做了很多的动作，什么音效啊，什么加湿加那个什么的剪的裁的都做了以后，就等于这些动作中间就是说我都不用动那个，就是一开始做的这个东西，就是点不同的东西就都在原来的这个上面来进行操作，就是中间不没有什么，就是说它要保存啊或者什么的，就是最后一次做完了以后再确定，是这意思吗？啊，对，都做好以后再确定，再保存。啊，还有一个就是说，您刚才讲了好多这个加这个加这就是剪掉啊，什么去掉，什么剪裁。如果我想再加上的视频，比如我把这段裁了以后，我再换上别的视频，这个怎么做？可以再加入，可以就像那个视频编辑的时候再加入。啊，对，你剪了以后，在那个剪的地方点那个加入的加号，那就加入进来，就可以加进去了。啊，可以加。或者我在头尾再加也可以，是吧？啊，可以可以。啊，还有一个对那个加入那个音乐的话，就是你把它原来的去掉了，现在要加入新的音乐。对这个音乐有没有什么要求？就是长短有没有要求？比如它能不能覆盖原来的，还是说那个什么，就是对它的长短有没有？就是我换上去的音乐有没有这个要求？没有要求，对音乐你也可以进行裁剪。对音乐裁剪啊，剪视频的方法是一样的。可以对你加入的那个音乐进行裁剪。哎，对对，可以裁剪。啊，把它点亮以后裁剪。哦，一样的那种裁剪。还有那个怎么在那个片头片尾，我想加一个，比如我自己想要的这个动，就是这个题目，因为我做好了一个完整的了，那我就另起一个题目，对吧？我就是怎么加进去这个东西，还有在它那个就是片头片尾我怎么来处理，中间我都可以，都可以加。在那个。这个片头片尾的事情下一次再讲，好吧？那个比较好加吧，应该是好加。我们下一次再讲，轻松。那行，轻松。我把你的话筒打开了，你可以提问了。轻松。我话筒给你打开了，你如果曹老师能听我讲话吗？啊，能听见。您说那个点亮怎么操作呢？用手指点一下这个视频，它就点亮了。就点到那个视频上是吧？啊，对。好的。那阿才你可以说。曹老师，我想问一下怎么增加字幕呀？就是我有视频，但是我那个字幕是我自己看的，但是我那个字幕没有，我要跟那个字幕，你能够跟那个音乐两个同步起来，加字幕怎么行？怎么？对。还有一个呢，如果我找到一个这个音频吧，那个或者视频吧，但是他是演员在那唱的，现在呢我只要他的伴奏，我不要那个演员的那个声音，怎么把它消音，然后我加上我自己的声音进去。这个问题就是个普遍说这个事儿，就是一个歌曲怎么样光要他的伴奏，把人声去掉是吧？对，这是一个，还有加字幕，加字幕是这样子，在这个美图秀秀这个软件里头，它没有自动识别
字幕和歌词的功能，那你就得自己往上打字了。但是我们以后要讲这个剪映，有的朋友可能安上剪映了。剪映的特点，它就是能够自动识别歌词，而且和你唱的声音是同步，啊，那个就更好了。啊，剪映，剪映，啊，剪映，剪映，放映电影的映，日字加中央的央，简洁的简，简洁的简是吧？剪刀的剪，映就是放映电影啊，放映啊，放映日字边那个一个日一个央。那也是个软件吗？那这个软件现在很火的，它的功能非常多。那下次讲不是吗？下次老师说讲。还有这个消音呢，像我刚才讲的消音，我只要伴奏，我不要那个演员唱的声音。啊，那个字幕，可以歌词自动就加上了。我知道。个别的有的它错了，你修改一下。个别的修改一下。我现在是另外一个问题，就不是字幕了。你讲的剪映，那要用那个剪映功能。现在我就想，美图秀秀能不能把那个演员本身唱的那个声音去掉？我只要他的伴奏。啊，这个是个好多人提这个问题，就是说去掉人声，光要伴奏。啊，对对对对，这个挺难，这个挺难。这个就是不是在这个美图秀秀能解决，还用这个音频制作软件来制作，来编制作，但是也挺难。有的他这个音乐吧，分左右声道的还好办，有的音乐他不分左右声道混在一起的，不好把它分离出来。要分左右声道的，伴奏是左声道。人唱是右声道，那可以，能行。好了，我们这个时间只有三分钟了，下面就请你再抓紧时间问最后一个问题。我已经把你的这个话筒打开了，你的手可以放下，西芹。哎，谢谢。陶老师，我要想问一个简单的问题，就是你现在这个是你用的什么手机？是用的苹果手机还是用的什么手机？因为小米手机。小米。现在还小米手机。一般用苹果手机可以吧？就是没可以的，我没做过。应该可以。嗯哼，应该可以吧？好像还没具体教怎么弄呢，就是演示。可以是吧？可以的，华为、小米、苹果这都可以的，都可以用美图秀秀。OK， 哎，主要是安卓系统的就可以。我还想问一个那个稍微另外问题，因为你今天讲到了那个声音啊，什么音乐啊什么的，我就想那个现在有一种简单的就是设定一个那个闹钟吧，那我想用自己的声音设定一个闹钟。它怎么样能够跟那个闹钟的那个什么衔接起来呀？比如说我都录制好了我自己的声音哈，比如说我说一个英语单词，那我把它那个放到那个那闹钟那个点上，那个这个应该怎么做呀？这样吧，我们下面还有一两分钟，好吧？下面还有三个朋友举手的。我想我们也没时间了，请朋友把所有的想问的问题呢放在我们的社区生活栏目群里面，因为下面一个活动马上又要开始了，到点了，我们已经到点了，还一分钟了，今天呢就谢谢曹老师给大家这么详细的讲解，也谢谢大家的这个支持，都能光临。好，我们下面呢就要是这个汽车修理的这么一个活动马上开始了，谢谢大家。好，谢谢大家参与啊，再见，谢谢老师，谢谢曹老师，再见啊，再见，谢谢曹老师，好，再见，谢谢曹老师，谢谢魏老师，不用谢。下面是徐老师是吗？汽车驾驶学习，汽车。对呀、你跟徐老师加上，你跟徐老师加上管理员，不是加上那个。我给他加上。好。
我在外边呢啊，你给你那个啥吧，你给帮忙管理一下啊，那个谁魏老师你帮忙管理一下好吧。哦，好的好的。这个视频停了吗？你我这是什么？啊，我现在先把我们的视频关掉了。